上好，今天有点困。哎呦，谢谢气球，爱心气球。我有点困，然后而且隐形眼镜戴太久了，现在已经摘掉了。我都没有发现，人困的时候真的会这样。谢谢无限期的皇冠。今天辛苦，握手会真的好辛苦的，一直说话。还有什么？得早点睡，明天还有事啊。谢谢小灰的桃花风铃。去，要我蹲蹲。对呀、啊。要盛装出席一下单人赛道，对。没有，就是正好今天猪猪他拆头发，然后我这周也打算接头发，我就今天就跟着他去，就不拖到周中了，怕忙。怎么样啊？刘海没有碰过，老是觉得我刘海变了。这是什么色？这个不是什么色，我就把我之前的头发接了回来。很贵的，拆头发要花，当然啦，人家时间白白花在你这儿，你跟人家是亲戚啊。盘盘都好看，我把它剪齐了。它本来是那种碎的，我觉得我齐发比较酷一点，就本来碎的太普通了，大家都是碎的，我就齐的。哎呀，站在人群里，哎，站在正中想看你的猫咪。嗨，哪只呢？等一下，刚开始播吗？就是谷爱凌的感觉，你懂吗？哎呀，她现在状态挺好的，比猫咪还要可怕，就是有点恐怖。出来，听话啊！她躲起来了。就是，哇，她是蓝白吗？对，她叫板凳。我知道你这是板凳，我知道了，对吧？我看过她的照片，我还觉得她长得很。这是楚雨荨吗？
对，但是不是我的，是我室友的，是张希的，对，是张希的，因为他以前跑到过我房间来过，就是他走丢那会儿，他走丢的前一刻，他跑到我房间，哦，我知道，然后他就丢了，然后他好像就摔断腿还是怎么样，他丢了五六天了，自己在干嘛了？对。当时我刚到上海的时候，哦，我想起来，我在查监控是吧？我在跳舞，然后在想我下一个位置在哪儿，然后就开始慌张。粉底比较，哇，他你说他俩，我感觉他俩长得很像，哇，很慌乱，他不给我面，他跑了，自己的感觉。快乐连麦，哇，他还是挺好看的，蛮帅的，好帅呀、啊！我感觉他像暖宝。疯了，暖宝又是谁呀、啊嗯？暖宝是刘书贤的吗？我觉得算抽筋吧。我的猫咪没有在，他那个不是叫那个什么狼什么吗？我回去跟我妈说啊，他的猫不是叫狼什么吗？小狼，小狼是胡小慧的，他们俩有三只猫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叫碎碎。这样，我以为共有的呢。其实默认为共有的啦。早点休息吗？嗯，好。吃啥都不舒服。那你明天要是不是也很早开工啊？我们9:30出发。那还是挺早的。今天扎了这个辫子，发现。好吧，那我妈妈那什么，一口气掉了好多双鞋的人。拜拜。他鞋放在地上，他还打开后备箱，他扔到后备箱，把车给开走了。哎，我怎么关麦啊？走了，拜拜。嗯。连上的一周就是、后面没来得及，我要先给你们打暗号的，我忘记跟你们设置一个暗号了，就是。比如这样子你们就给我想我该说什么，就是刚刚忘记打暗号了，以后设置我这个样子，就是不知道说什么你们帮我想想说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是我们直播间的暗号，之前设什么暗号我忘了，就是这样，我忘了之前的暗号了，就这个样，因为很晚了，他们今天很晚。我知道啊，狼人杀不是杀了很久吗？就下午不是狼人杀杀了很久吗？狼人杀，对啊，不是狼人杀很久，然后他们就晚了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以为是这样。我这个微博刷到的最懵的赢，我知道白痴赢了，白痴赢了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我今天有什么变化？对，我忘问了，你说的对。那你现在说有什么用啊？五分钟都过去了。连麦都已经挂了5分钟了，不要，我连回去我说什么，你们得先给我说一串什么？哎呀，你们先说我要说什么？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该说什么呀？我说完有什么变化？如果他说出来或者他没说出来之后，我又该说什么呀？啊，太奇怪了吧！我试试啊，他我觉得他能看出来吧，很明显啊，他看得出来的吧？他知不知道我前几天长什么样？他也不一定知道我前几天什么样子吧？他在连别人。他为什么会知道我之前是什么？
就是你刚刚跟刘杰连麦了吗？连麦了，我们聊得非常的愉快，一见如故，就是相见恨晚，聊得停不下来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就是滔滔不绝，完全不会尴尬，就是非常的有默契。可是我刚刚看到那个你的画面，感觉很害羞的样子。我什么？你为什么看到我的画面啊？就是刚刚一打开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非常害羞的表情。因为我要跟你连麦，我在害羞呀。哎呀，少来！怎么办？那跟别人你们怎么办？姐帮你，有什么问题告诉姐。就是如果不会聊天怎么办呀？就是两个人都不太会聊天，怎么办啊？刚刚好，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？我就不会有这种问题。真的假的呀？我等会儿去补你的直播。真的？哎，不会。如果你们俩不知道聊什么的话，你就问他说：“你不是今天刚拆了头发吗？”你就问他：“你今天有什么变化？”你就问他：“你今天有什么变化？”看他能不能把你头发拆了。我考虑一下，好，这个是不是很不错的建议？不错，我找下我的本子，记下笔记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别的，就是要看他说没说出来。如果他没说出来的话，你就生气，你就不要再理他了。哦，对，你就说，哪怕只是剪短了1厘米的头发。好，真好。然后还有吗？如果他猜出来，就是他粉丝肯定会提示他，我觉得他肯定会说得出来。他会说出来，你对他期望值这么高啊？不是，因为他粉丝肯定会在下面偷偷告诉他。那猜出来之后，你就给他看看正男，你就抱抱正男给他看。就这个，对啊，你就给他看正男，你说这是我的猫正男，然后你就把它往屏幕前面放。你刚刚也是这么对他的，是吗？没有，我们根本没有空看猫，我们就一直在聊天，聊得很忙，就是没有空 Q 到猫这个环节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等会儿去补一下你的直播，就是学习一下。好，我去考虑一下，我去想想话题。对，然后等你就问他你有什么变化。好吧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关吧。等一下，我。我实在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说什么啊，我只能想到这个话题了。已经有人告诉他答案了吧，肯定有人去告诉他答案了。什么？他们让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我还什么？你说，就是你有看到我前几天长什么样吗？那说什么？等一下，你重新说一遍，没听到。你知道我前几天长什么样子的吗？不是土味情话，我是真的在问你，知道我前几天长什么样吗？我头发变了是吗？把刘杰分尸给你打。哎呀，我还没问呢。好吧，他们已经告诉你答案了，那就没有意思。所以然后你是可以给你一个刘杰，但是我看了你的抖音，我明明看到你染了灰色，为什么又变成这样？那个是发片。以为你那么喜欢，我还以为你是染了灰色。不是，那个是发片，是可以摘的。你是什么？接了头发？对，对呀，你才答出来，我以为你已经答出来了。啊，你看了我哪条抖音啊？太漂亮，每条都看。真的吗？银色那条，我就以为你染了银色的头发。哦，就是最新发的那个。太阳了，只停留了什么一天？嗯，
哪条印象最深刻？太小，我比他多了一点。哪条吗？那个假小子的那条。那我还是我亏了呀！我你这个你在我这喜欢那样的呀？不是喜欢那样的，是那个印象最深了，加快对吧？哦，因为没有想到我短发这么帅，是我看到了之后滑过去了，然后又滑回来。等会儿哦，你是刚开始都没认出来是我？拜拜，确实很好看，是吧？对呀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也是。哎，我旁边的，我旁边下公演的两个人，他们昨天刚组成了，每个人都在跟自己的另一半连麦呢。开始啦，我就你刚刚跟白馨玉连麦都说了些什么？不好意思让你。他向我取经，我说我开麦向你取经。但是我看到他脸已经红的不行了，他耳朵都红了，真的。等会我们微信说吧。真的，我感觉他不行了。他们这么害羞啊？对啊，大家都在连。但是我感觉不像百子的想法。看是啦，还蛮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感觉他是不害羞的类型，我觉得我是害羞的类型，但是现在我跟他反过来了。现在心情好一点。可能到了这会儿就会有些不一样吧。只是你看他笑得那么开心，我怎么？哎，你不是有两只猫吗？另一只猫咪呢？还有一只是左俊元的，我以为两只都是你。我还有一只在屋外面。我感觉你们房间好大呀。对呀，是真挺宽敞的。呼呼。这怎么说呢？我哇，那是银渐层吗？不是，金渐层，不是对，金虎斑。哇，我都没有见过这种猫哎。我中途不是还会回来的，就是他们看起来很听话。一个月之后我再过去，天哪，好羡慕你们的中心啊！对啊，月你可以过来看看。说你们有厨房是吗？我好像对啊，有厨房，我可以，我还有空气炸锅呢，去找你做饭，然后空气炸锅，哇，你的设备跟我的设备好像啊，你怎么有两个空气炸锅，另一个不是是吗？电饭煲，另外一个是，等一下，炸锅、电饭煲、冰箱，哇，然后还有这种，还有油烟机，怎么在反正怎么在那个水，他特别他就喜欢喝这的水，但我不给他喝，我怎么那么热呀？哇，你像就是像家了，跟我们不太一样。我们除了对啊，就是三个小房间。三个小房间，哦，算一个小，就像一个小房间。你会做什么菜呀？就是我只会做寿喜锅了，其他的、啊、哦，我会做黄油啤酒。黄油啤酒。没有喝过，对，就是环球影城的那个黄油啤酒。其实我还没有去过，因为我之前一直想去，因为北京疫情所以没有去。好好，有机会去啊，有机会去啊。不过我记得你去环球影城的时候染了头发，蛮不错的，是金色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状态不太稳定。哦，我忘了，我说哦，对对对，是浅头发，对对对，我自己都忘了。那下次一起吧，要不然怎么样？好啊。我还会做椰子鸡呢，椰子鸡，其实我没有吃过特别好吃的椰子鸡，哎、好吃，这边的好吃，我这个人对，可以去店里吃，就是店里比我做的要好吃一些，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，说出来的，跟知道吗？我是比较细节的。我不喜欢。我想了一下，其实我真的不太会做饭，虽然说，但是看起来像我超级不会，就是我喝太多了。我那你比较喜欢吃什么呀？什么？那你比较喜欢吃什么呀？我喜欢我比较喜欢吃螺蛳粉。哦，哇，那可是我们这个我张雨欣的最爱，我的朋友的最爱。我打动他。哎，螺蛳粉可以自己做吗？搜索。Hello， 搜索。我在夸他漂亮。谁呀？是谁呀？嗨，小西。我跟刘杰是室友。哎呀，搜索也不错。好，我现在知道了。美女好多呀。好，拜拜。怎么这么快？
小西和谁组队了？西西和北京的那个什么，哎，唐成威吗？唐成威，不知道你认不认识？是啦，我就觉得不认识，因为他们俩之前在海口就是拍戏的时候认识的。啊？对，应该认识才对。我觉得你有可能见过。就是北京唐成威去广，去的海口了，是我那时候已经走了吧？哦，好像是，我完全不知道，那应该是后面去的。吃了好多人，哪里好？我。确实，而且我现在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打动他的，被晒伤了可能是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的都是粗粮，就是我是偏肉食的啦，就是吃肉比较多，就是寿喜锅什么的，我都没有比较喜欢吃。不要给我海王的标签，碎碎。我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五谷杂粮，就是喜欢吃玉米和红薯。我会烤红薯呀，我有空气炸锅。烤地瓜，烤地瓜，烤地瓜。哎，我以为烤地瓜是山东方言呢。地瓜就是一个红薯的别名啊，就像土豆和洋芋一样。刚刚他们说你是浙江人，其实我们还蛮……我是江苏的。哦，江浙沪包邮，包邮区。他是说他会自己改衣服。怎么？这是江浙是一带。真的，这么冲突。我很好奇，啊，他说你喜欢沈腾，我一直想说我喜欢贾玲，真的，真的，就是我喜欢沈腾。现在的话就感觉情敌越来越多了，以前喜欢他的时候没感觉没有人喜欢他，真的。那那天我看到那个喜欢的性质有点不一样，我没有情敌，我只叫同好，和我相同喜欢的人不叫情敌，叫同好。哦，好吧，那也不算，那这样算的话也不算情敌了。其实我是那种我喜欢搞笑人啊。哦，对，我就是觉得贾玲就很快乐，我喜欢贾玲。是啊，那个什么王牌对王牌又有了，我现在还在看。就是我每那我不太看综艺，其实还挺好看的，就闲着无聊的时候可以看看。我是倒数第几个拍完的，都已经到两点左右吧。不是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啊？嗯，这个嗯，光有点。太刺眼了，感觉你的背景好，他们超好看。我们房间对，我跟你说，我的房间是爆米花味的。为什么？就是我的香薰是爆米花味的，真的很不错。爆米花味就真的是爆米花味吗？真的，你来闻闻就知道了，真的是爆米花味。那我就去，马上就去。电台就是连麦的时候，他那状态挺好的。去，马上就去。哎，这边怎么还有？充满那种。哎，你今天是公演了对吗？刚结束。我今天握手。我握手 ，sorry。因为他们说你公演刚结束，我就以为你是公演。不是啊。我今天握手，然后我就去接了个头发。哎，你是接的发片又染了吗？接完又染了？没有，就是就这个发片就是浅的，然后直接就接上去就好了，就是没有染，就是我自己是深头发，然后接浅的，就会有这种很自然的渐变的感觉。哎呀，我昨天说过了，我有点在说你，反正总是没有选到，然后我感觉你们好久没有。真的吗？你们说的呀，他如果没发现我头发没接的话就把电话挂了，那我这会儿把电话挂了也是一样的呀。你们教我的，是你们教我的，如果不礼貌的话是你们的那个。他说这个我去了。我以为你说今天握手之前好久都没公演，因为我刚刚还跟他演呢。对，
对，但是我看你们没有看完，因为昨天太累了。我因为昨天你们也很忙，你们更精彩。我们不是我精彩，是他们精彩。看别人很热闹，快乐。我们可能会有点不一样，我也不知道，就顺其自然吧。虽然你们会。开始吗？我连应该会吸取我们的教训。下一次公演好像是。那你是对我们广巴太寄予，就是期望太高了。我一直感觉广巴挺会那什么的，对吧？啊、哦，你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几年前。啊。我一直哎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还因为我之前还想跟叶总申请去广州待业，因为我之前很早很早之前去，我妈去帮我算命，还有算塔罗，都说我的财运和事业都在南方。所以你这次也是让你妈算的吗？没有，那没有。你妈妈还会算塔罗啊？妈妈不算塔罗，妈妈算命，算那种西方的、哦、东方的东西了。有时候中也说不来，都是一种感觉。但是我感觉，我还是挺喜欢这种东西的，就是算一算，感觉心里踏实。迪士尼，我的话还好。对吗？那你有去过普陀山什么的吗？下次可以带你去玩玩。普陀山？我不知道我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，那个地方是好像是普陀山吗？就是那个一个岛。对，是一个岛，然后上面有一个观音。舟山还是哪里、啊？就是舟山。哦，每年都会去。今年他过年，他那个普陀山不开放，因为杭州、舟山还杭州，反正疫情，普陀山就没开。啊，你每年都会去吗？就是对爸爸妈妈一起去，就普陀山在那儿。啊，我已经连续去了，也很多。你初几去的呀？哦，今年没去，今年去不了。不过我不是过年去的，我是就是平时会去，十月份或者八月份会去。我家是过年去，然后今年过年去不了，可能我爸爸妈妈就没有空去一下。因为我有一个哥哥，他在舟山就是当兵，所以我经常会去舟山玩。嗯，你好呀，那下次一起吧，然后在那住一晚上再走。对，其实山上还其实不好玩了，但是吃的还蛮多的。给他转一场，先给我抓一场。不过他公主是不是？你刚刚是生气了吗？啊？我说你刚刚没有，就是，就是不小心卡了吧？他不小心卡断了，好像。I see。其实本来如果可以去的话，还想帮他助演，但是。哎，那你今天要不要早点睡啊？明天还要早上还要很早起来，对吧？我还好吧，你早点睡。如果没公演的话，还可以过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我们小楚那么可怜呀。哎，那你就是你现在接的头发，洗头发不会难受吗？因为我没有接过头发，因为头发发的蛮多的、啊。你这是你自己的头发？对，好牛啊！我以为你也是接的，接头发很难受的，你不要接，而且接头发越接越少，千万不能接头发。对，因为我看小包头发越接头发还蛮难受的。小包啊，你看他经常接头发，但是你漂这么浅，你都不断吗？头发没有，我是第一次漂头发，断了，其实估计后面可能也要开始接了。啊，不要，越接越少，头发真的越接越少。你就保护它，你都不要漂它，再漂它或者接它。其实我打算染黑发了，因为我不太适合浅发，没怎么染过浅发。嗯，可以。是。你们后面会来上海吗？旅游团去看，但是今天应该会吧？不知道。而且我想很想三月份去拍照呢，因为有樱花哎，只是对吧？上海吗？我上海有啊，三月份或者是四月份都可以，但是四月底可能就没了。你们说我吃点啥好？可以啊，好，那三月份四月来，晚上我们去拍照吧。庆庆是你来了吗？
他们说你拍照很厉害。我其实拍照，我给小包拍过，但就是私底下拍，不会那什么了，也还可以吧。你要是想拍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拍。你是不是想念？好啊。好那那给你先预约个十二套怎么样？十二号，慢慢拍。十二套，真的这么多？对啊，包年了，包年了，确实。慢慢拍嘛，反正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楼下有一对，嗯，他们特别喜欢拍照，就是刘倩倩和那个张远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，我觉得他们互相拍的都，就是还蛮好看的，因为刘倩倩很会。我不是太会拍照，那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给你拍就好了。他要吃泡面。好。哎呀，不跟他抢，我吃什么？啊，你跟刘倩倩很熟是吗？泡面都不健康呀。他以前是我的室友。他只是广州的呢。我要去吃营养。我知道我的饮食不是特别好，最近就是很容易发炎，很容易长痘痘。我看弹幕都在哈哈哈。大家也要注意一下。现在几点了？没有看时间。12:40。哎呀，你真的。得早点休息了。对呀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早点休息了。那你挂吧，我不挂了。好吧，拜拜。真的？那你早点睡哦。嗯。嗯嗯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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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叫瑞杰，搜索前辈你好，你很性感，瑞杰，哦，我知道，你也姓张是吧？对，拜拜拜拜，好不容易呀、啊，好可怕呀，我怕生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在抖。我希望你们帮我多想一点，我要多从中挑选的，也不是你们说什么我就问什么，我得从中挑选的。下次得换一个暗号，这个有点明显，下次这样吧，就这样。可以吧，约好下次这个样子好像自然一点。撩头发很做作，人家等会儿跟我连麦，我一直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朱姐还在直播吗？没了，他现在肯定在觉得，搜搜真的好会聊天啊！打游戏是吗？我不会打游戏。他现在真这么觉得，因为我没有教他最重要的一招，就是打暗号。不行，明天好早。我还是今天还是不要太晚。明天9点多就过去。
已经换了，下次的暗号是这个，我觉得很自然。就是有些人说话就是这样，那个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看，那这样，这样，人呀。那就这样，下次这个，但你们提醒一下，我怕到时候我又忘记。就这样，我还是很紧张的。就这样了，不改了，就这样。下次都还不一定记得这个暗号的动作呢。我觉得他就是我。我的耳朵呢？啊，没有。我看出来，因为我也这样有安全感，我很有安全感，我就这个样子。我的耳朵很正常。现在流行这样的耳朵，我的耳朵从正面看是没有的。我聊的时候其实很赞，真的吗？我自己觉得，可能自己心里觉得吧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觉得还是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谢谢奶茶。谢谢赵一的桃花风铃。我最近好像不中，我不知道。谢谢谢谢，不知道粉丝送的礼物我不是太认识。谢谢。什么？我觉得不像雷神吧，他像是一个魔法人。他是魔法人感觉，但我不知道是谁。嗯，板凳关系挺好的，上面全都是毛。我好像紧张的把我的蒲团都扯烂了。我边说话边把我的蒲团扯成了这样。就是我坐着的蒲团。
谢谢奶茶。我不是脚趾抠地，我是手指抠团。我播到12:30。哎呀，开错了，这个原来没开过。这个是好吃的汤。玫瑰味，知道了，等会儿去看。还有一盒开的，对，在包里，就刚刚拿错了。谢谢，谢谢谢桃花风铃。优哈的，感觉是元宵的礼物吧。是情人节的哦，我以为是元宵的。爆米花味的香，就是爆米花的味道。我拍过呀，我还发微博吧，发过呀。不会，也不算甜，就很香。它其实不是，不叫爆米花味，它是咸焦糖味，但就是爆米花味。不会闻饿，我觉得闻着很舒服。我是在狐狸家，然后他家香薰是这个味道，我就说，然后我刚开始说不用不用，我这个小房间不需要香薰。然后过了很久之后，我说。又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，我发给他微信说，因为一直无法忘怀，我说你房间那个香薰是什么牌子的，分享给我，就是难以忘怀，太好闻了。主要是在他家时候太热情了，我说你这个香薰好好闻，他说你喜欢吗，要不你拿回去吧，我说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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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哇，你这个奥伦纳斯面膜最近很种草，一直想用一用。他说那你要不要拿点回去，我说不用不用不用。他说那今天晚上一起敷吧。导致我都不敢夸他家东西好，我怕他，我回去得提个行李箱回去。你喜欢哪个星星？好搞笑！你也挺能举一反三的。
为啥我演出十一月排场？不知道。其实也只有大哥，好像是、啊、那场我很轻松哎，就不跟车了吧。不是我自己选的，一个人一个节目，对对对。直接不跟，到时候再说嘛。我选 MC 吗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们有时候觉得广巴都跟我有些见外了，我有些消息都是听粉丝跟我说的，我才知道广巴是不是跟我有点见外。你们怎么都知道啊？谁说的？好吧。对，我没有去过这种游乐园外物，所以我挺好奇的，从来没去过。9:30我下了，明天可早了。明天，加油，拜拜。